银行现在没有建呢，我们现在没有看着啊，只看到一个富国银行啊。科罗拉多，美国银行怎么这么少在这个中部啊？大的普拉仔啊，希尔。右转。姐夫。这个城市是比较繁华的，比较大。Sleep Store， 这是为睡而。哦，那有盲人呢，盲人的道。旁边是有大狗坐在副驾驶上。Hostus， Open. House tools。左转。右侧是在那个右侧，可不是在这个右侧。但是既然停下来了，我们就放到这儿吧。我们也没事。
进去看一看。